真的是相当的。那我们要先恭祝我们的张李莫千岁，今天是他的他的生日，我们要祝福他圣诞千秋，圣诞快乐。然后祝福我们在场的好朋友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大家也要快乐哦，谢谢。谢谢。好的，接下来安排这一首梦田。二重唱的歌曲，这一首呢，充满暖暖诗意的歌曲，相信这一首歌也会让我们现场的五六年级生哦，大家重回一下哦，我们早期呢民歌那时候的记忆哦，来欣赏这一首《梦田》。每个人心里的一个梦。我心里的一亩田，每个人心里一亩一亩田，每个人心里一个一个梦。一颗呀一颗种子，是我心里的一亩田。种什么？种桃，种李，种春风。用它来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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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种桃李，种春风。开枝的花，春又来。感谢呢，我们的美声二重唱带来了这一首呢，让人这么回味哦。早期呢，我们的民歌歌曲，紧接下来。